哎、欸，来来来，姐跟你说，三个姐会跟大家聊聊国内外同志的大小事，戴好你的耳机，打开你的心，准备听起来。 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彩虹平权大平台，我是欣杰，我是伦伦，我是奶佳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停更了两周，无预警的，无预警的，because we are very, very, very tired and exhausted and don't know what the meaning of life。其实应该就是忙吧？对，那那个你个人感受部分不一定三个人都有。哦，是啦。哦，但真的很累，有没有忙到怀疑人生？有，我觉得是。 不知道，我觉得我是年纪到了，然后就有一种我的疲惫很难恢复的感觉，oh, 就是像现在不能那个熬夜跑趴这样。Oh. 对我不能熬夜跑趴，如果有要什么愉快的庆祝活动，十二点以前要结束。<laughs> <laughs> 居然好累哦，所以我们停更了两周。对不起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诶、欸、复习那个？反正我们因为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第四季、第三季跟第四季中间没有休息，所以我们就突然休息一下。<laughs> 对，我们就突然休息。对，就跟我们的这个节目调性很像，很无预警。<laughs> 对，我们放了一下假，然后但这个这个年假蛮重要的事情，其实我们都有去做，就是。 看张惠妹的演唱会，欸、<錯>怎么讲出来就有点嘴软。怎么直、啊、怎么直接的直接的跳到这里？不是应该要先让我念一下留言吗？对对对，在跟大家聊 <laughs> 演唱会之前，我们先念一下留言。 然后有一个朋友叫大王，然后呢，他说三月二十七号是卢凯彤的生日，思念之余也想替他在平权路上尽份力，然后捐了三百二十七块。然后，但因为他刷了三次，oh. 所以变成九百八十一块。<哪>然后，我们要退钱给他吗？对对，他都说就是他不确定有没有扣款成功，但如果就是他就刷了三次，然后都是确定有进账的话，没有关系，这样只是他想要请这个我们的后台要稍微加一加油一下，但这也不是我们的后台，就是一个网一个平台嘛。Uh, 嗯、对，First Story 的。 后台我们会跟他说明，请他<對>请他注意，请他注意。呀 <Yeah, S 1>、嗯。另外还有两则，等一下要先谢谢他，谢谢大王，我们也很想卢凯彤，没错<錯>，真的，对，就真的很想他，而且他。 其实是有来参加过我们的活动，国际家庭日的时候有在华山的大草原那边有唱歌嘛？嗯、对对，然后呢，也是他生前在台湾应该是最后一个公开的活动，就是非常感谢他为这个世界的付出跟贡献。嗯，嗯好的，我们来念两则留言，一个是三月二十三的啊，好久，他说很喜欢你们的节目，我是准时收听的听众，每天都要当成床边故事听才睡着。 哎，请问，请问一下，我们如果 battle 成那个样子，你怎么睡着啊？是你不会很有精神亢奋吗？还是去梦里再继续 battle？对。对对另外一位叫做优质节目推，他说整个节目轻松，他是说<种>优质节目、呃，优质节目，优优质节目。 整个节目轻松，内容丰富，主题多元。上班路上听，开始上班心情也会很好。来告白一下哪一家？收集资料很用心，声音实在太好听。电爱完全可以挂号，什么意思？挂号不好意思，<laughs> 也很爱伦伦的脏话炮，好激动，好爱。欣姐也很棒，喜欢各种经验故事的分享。祝节目长红，书本大卖，Go Go！我觉得我是顺便被提到。哎 <laughs> 哎、欸，欸 不好意思啊，没有是我要跟你们说不好意思，没有关系，我很乐意。对那个如果电爱的那个那个那个什么，有有有捐款可以吗？对工资如果还不错的话，我蛮愿意。我可以帮大平台电爱。耶，那请大家收到钱啊！哎哎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我们不会，这个我们不会剪掉哦，这个我们会留着当记录。私我们的 IG T Equal Love 点 T W。 就一直说，<laughs> 我也好想接这种就是兼职工作。<laughs> 那我们要抽抽一点可，可以可以抽成，好 yeah, 太棒了！<laughs> 我们去，我们今这一节要聊一下这个主题，没错。但是在之前，我还是要说一下，我们在大明来在五月二十二日有个 Q Power Festival，然后呢，他现在募资已经上线啦，<Yeah! S 1> 大家可以去 Q Power 的官网看。是。 Q Power 二零二二点 Equal Love 点 T W，没错没错。然后呢，我们呢，因为这次的木质的商品非常的美，非常的漂亮，嗯、大家呕心沥血，快死了。<的>然后他在四月十四号的时候，会在微风信义的一楼有一个实体的临时柜位，可以让大家实际去看看那个木质商品，谁做下款哦，体验一下，来体验。捐钱捐起来，捐起来，<对>真的拜托。然后呃，这这几个商品都是很,很有意义，对，很有意义。 然后我们也花很多时间，呃，研发，嗯,嗯然后如果大家有经经过这个信义微风的话，可以绕进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柜位，就在信义微风的一楼。<错>那其实这个 Q Power Festival、嗯。<laughs> <laughs> 再一次让我，Q Power Festival，<笑><笑>它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，就是我们的颁奖典礼。嗯,嗯，其实已经呃，已经接近评审的尾声了，就是包含有影、嗯、电呃影像、音乐。 呃，这个行销的这个 campaign，还有呃 Q Power 精神奖，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啊？社群啊，社群星星,群星开放大投票，<对>嗯，对，所以其实有评审的，都已经呃接近这个评审的尾声了。那我们在五月二十一号的这个呃五点半。 哎，还是五点半对不对？五点半到九点半，会在微风南山有一个颁奖典礼。<错>所以详细的状况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IG 或粉丝呃，脸书粉丝专业。没错、嗯，好，那今天的主题可以了吗？不可能吧，居然要聊阿妹？<laughs> 猜猜谁听彩虹听到哭？<laughs> 我觉得阿妹很重要，而且她很符合我们的 Q Power 精神。没错，她很重要，她太重要了。<laughs> 今天有就那个就是林伦伦布道大会，没错没错，在传这个阿妹的信仰。跟以前那个 B，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集聊 B L？对，那个<对> <laughs> 伦伦一整个上身，我要先把他的麦克风调小声。<laughs> 阿妹真的是我的信仰。<laughs> 就我们的这个 Q Power 今年的主题叫自觉时刻。嗯,嗯，那这个整个 Q Power 的精神其实。 就是希望，不管是在呃影视音这这些部分，都有更多呃鼓励多元生命被看见的这些创作出现。那当然，阿妹就是一个呃这个精精神的先驱。 跟领导者，<對>跟、嗯、呵呵我们的那个精神信仰，跟跟我们的战友，<laughs> 對,对对对，很重要的盟友，对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刚好也三个人都去看了阿妹的演唱会，今天就来聊一聊，那也不是要炫耀，就是会觉得真有阿妹很不错。 啊、没错，没错。就不管是作为歌迷，还是作为同志运动的工作者，真的就是生在有阿妹的时代，真的是很赞。没错<錯>，有很多呃，我们知道有很多娱乐圈的朋友也很积极，愿意呃站出来帮同志争取权益啊。那其实像我们这次 Q Power Festival 也请了好多呃很棒的伙伴，<星>对，對嗯、然后艺人朋友啊，包括我们的大使是阿姨良啊，嗯、然后哎、欸、也有很多的表演者，大家可以尽情期待。但是，呃、但是今天主题是惠妹，谢谢。 <laughs> 那很多人透过作品啊，他自己本身出柜，或者他也参加游行，或是之前婚权的这个系列活动，其实你会发现台下就有艺人他自己来,<對>來<講>默默的坐在那边。對,对，那其实都是让社会大众认识同志很关键的力量。但是透过这些比较软一点的这种呃娱乐视听作品啊，用这些故事来分享经验，啊，会比说教的方式。 呃，有用，所以阿梅算是真的是蛮先驱的，嗯，在很早，嗯，很早，很早，<对>很早。<laughs> 我们请资深的妹迷林伦伦来帮大家简介一下张惠妹。好，张惠妹呢的原住民语叫做古丽来，<laughs> 她的原住民的名字叫做古丽来阿密特，嗯、那今年四十九岁，生日是八月九号，狮子座，<laughs> 台东的卑南族大八六九部落，<laughs> 然后已经发行了十九张的个。 人专辑拿过三次的金曲奖最佳女歌手，分别是这呃真实那一张，就是我记得的那一张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阿密特的第一张，然后再来就是偏执面那一张呀。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，他刚刚有很大一部分写在不就我们的脚本里面都没有写这个东西、呃，他是他信手拈来呀，是他自己加进去 <laughs>，去没有错。因为我想说哪一个部落就有点太仔细了，应该不用写。<laughs> 结果呢，伦伦同。 同学还是立马还是来，要 <laughs> 就他真的是资深的妹妹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应该就已经在那个。就是、你说你认识谁？伦伦还是阿梅？我认识伦伦 <laughs> <laughs> 的时候，伦伦就已经在这个阿妹的歌迷系统中。对对对对,對你大学的时候，我大学的时候已经进营进去，因为那时候呃那时候还后援会那种，对那时候还是有签唱会的，嗯，然后我们就是会。 之前去签唱会的时候，就发现就跟几旁边几个妹妹，就是阿妹的歌迷变熟，然后她就一群很熟，然后就一起去。他那时候还有校园演唱会，哦、像可口可乐的校园演唱会啊什么，然后我们就都去。然后演唱会就是会集体买在一区，然后穿一样颜色的衣服啊，嗯、然后干嘛嗯，呃、<对>就是信仰、欸，哎，就是信徒<该>宗教活动，宗教 <laughs> 已经变得到跟妈祖绕境一样呀。<laughs> <Yeah. S 2> 好，那现在进入就是阿妹跟同志运动的关系之前，先补充一个大家可。 可能已经忘记了，或是不太知道的，因为现在有很多年轻的新的那个朋友，可能就是会以为阿妹就是就是认识阿妹，应该就是这十年的事情。但其实，在两千年，oh, oh, oh, 我我我我插话一下，嗯、我那天跟我女朋友一起去看嗯演唱会，嗯、因为我们是买现场票，<對>所以我们没有在坐在一起，嗯。 哦，是哦，对我们没有坐在一起，因为后来就没有连好的，然后所以他坐在一个姐姐旁边，嗯、然后那个姐姐就是就可能看起来比我还大一点，然后她姐姐带两个小孩，嗯、那两个小孩就一直说这首歌也是他唱的哦，嗯、哦，这首歌也是他唱的、哦，嗯、<laughs> 小孩多大啊？好像国中吧，哇！<laughs> 所以你刚刚说在就这十年的事情，我想应该是有蛮多人的。就这十年对在认识他，而且、哦、已经出道二十五年是。 很久了呀呀，因为他是二十六岁出道的吧，嗯、我记得。对啊，哦、对啊，对。那其实就是发生在两千年的五月二十号。 那个时候，其实张惠妹有受邀在就是呃阿扁总统第一任的，就是总统就职的典礼上面，就是唱国歌。嗯，然后呢，这个国歌一唱，OMG，据说呢，他就因为唱了中华民国的国歌被,被中国封杀，对，被封杀。但是中国官方都一直说没有，我们没有封杀阿、啊、妹。嗯哼。 然后 <laughs> <No? S 2>，但他好像真的就好几年都没有办法去。对，就是当就是很多台湾的艺人，就是大局的前进中国发展的时候，他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机会。对，那他二零零四年就是在受访的时候，他就有说：“哦，这是公司安排的一个工作。”然后他从来没有在宣传任何的政治理念。他也觉得他没有办法，就是没有资格，也没有办法对这么复杂的两岸关系就是做评论。这个是就是补充给大家，曾经就是阿妹也有。 就是演唱，他应该是第一个演唱国歌的歌手。你看，像美国在什么世界杯、什么什么足球赛什么，他们都会有歌手就是演唱，那个是很很高的 honor。对对对，真的，他我我我完全记得那一次，因为各位我比你们虚长几岁，我就是记得那个 moment。我也记得，啊，我记得他穿的是淡紫色的长，天哪，你们要穿什么？你那个时候已经是他的信徒了吗？Yeah。 我那个时候，我跟你说，其实我一开始很不喜欢张惠妹哦，因为她刚出道。我要解释，因为她刚出道的时候，不知道是被媒体还是被唱片公司说她是台湾的安室奈美惠。哦，oh, 所以这边有一位安室奈美惠的粉丝不开心。Uh、对我个人，作为资深安室奈美惠的歌迷，<laughs> 我就是觉得。 你哪里来？你怎么比得上你？好意思，比得上我们家安氏这样子。<laughs> 对，然后但是他其实老实说，他比安氏厉害很多，因为他比安氏会，他比安室会唱歌很多、欸。<laughs> 是是，对，因为他一开始就是跳舞跳姐妹嘛，然后所以。 呃，就会把它拿去跟唱跳歌手比，嗯、因为安安室就比较是那种唱跳歌手了嘛，就是偶像派路线的这种。對,对，但后来其实阿阿妹就完全展现她的歌唱实力。我作为安室的资深歌迷，要说那个安室的演唱能力是真的比不上阿妹。嗯、<laughs> OK，对对对，所以我后来一直有在关注张惠妹。其实一开始是因为不是因为这个领域被侵犯，对对,對，<laughs> 是因为号称是台湾安山委员会。 <laughs> 对，就生气气，结果对，那就是我，我记得是我高中的时候，嗯,嗯，对，所以我大概是高，就他一开始出阿妹一开始出道的时候，我就有注意他，而且我就在观察他的舞跳舞的那个动作啊、嗯、或什么的，然后就觉得、嗯、也很不像安室吧，这样也还好吧。<laughs> <laughs>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听阿妹的歌？ 我的话，其实我回溯起来，是我呃小学一年级的时候，我去美国念了两个月的那个 summer school。天哪，这么小就被送去。就是对，然后、嗯、呃，然后那时候跟一些亲戚的远房亲戚的朋友的小朋友，我们就一群人在车上，包括等大人在冲啥，我也不忘记了。嗯。然后我们就三个小朋友，就是那种国小国小又小一嘛，然后小二小三左右，<对>我们就三个一起哼歌。嗯。我们竟然在哼张惠妹的《原来你什么都不要》<诶>。<laughs> 小学生对，<laughs> 然后我就我就一直记得这件事情，太成熟了吧？对，我就一直<对>、啊、一直记得这件事情，就想说天哪，怎么为什么会？对对对，就是天哪！我原来我那个时候就已经。 嗯，呃、有他的歌了，所以我吸收了阿妹的灵魂。对，就是我，所以我就是不是有人说，就是你人生不同时期，你可能会有一些歌是陪伴你走过一些时候的。嗯、我只要想到那段时间，我就会想到这首歌，就这个画面。哦、嗯，那哪家嘞？哪家？我记得应该是幼稚园时候，然后因为我我爸妈都是会在车上听广播，然后就是会，哦、然后广播就会就是播那一阵子的新歌啊、红歌啊这样子。 对，然后那时候就是狂播姐妹，然后我印象很深刻，就是有一天应该是晚上，可能九点多，然后就是要回家，然后我就是很想睡觉，我就是已经在度过然后准备要下车的时候，突然广播就开始播，就在里面你是我的姐妹，然后我马上睡着了，<怕>我就这样。 <laughs> <laughs> 就是整个突然醒来，好棒哦、喔，好棒哦、喔，好好听啊、喔，好好听。<laughs> <laughs> 但反正那时候，对啊，然后那时候感觉学校做早操啊，或什么带动唱，就是狂播《姐妹》嗯，所以那个那应该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第一首、嗯、阿妹的歌。嗯，我其实后来有越来越喜欢阿妹，是因为张雨生的关系哦，因为我很喜欢张雨生，嗯，嗯所以。 就是呃，吓、欸、人的人还知道张雨生是谁？对不起，年轻的朋友，<laughs> 年轻的朋友，你们现在给我去 Google 张 <laughs> <laughs> 雨生这三个下雨的雨，惠妹的恩师啊，对对对，對这是当初呃，真的是阿妹的恩师，对，因为其实呃惠呃阿、啊、妹惠妹惠妹出道前，其实她那时候有先跟张雨生合唱了。 最爱的人伤我最深，嗯、然后张雨生是带他去很多的，就他去表演的时候就会说哦，他要带着阿妹这样子，嗯、然后,后来才慢慢慢慢的，嗯，被红起来、嗯。对，那你们喜欢阿妹的什么歌呢？我选不出来，谢谢。<laughs> 你就是、啊、你一定要啊，你要认真推荐、啊。<laughs> 哦 你要他要扭动，啊、他要,要扭动。那你你先你先你先,先，哪家先哪家先？好，因为脚本是我写，所以在设计的时候我都要先想。<laughs> <laughs> 我最喜欢的两首就是一个比较久了，是那个真实，嗯，就是刚刚说他第一次得金曲奖最佳歌手，嗯、<對>是是是。对，然后我觉得我印我对那个 MV 印象有点深刻，然后我觉得歌词也写的非常好，对对。對 然后另外一首我很喜欢的是比较近年的作品是连名带姓，嗯，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听到的时候我真的是要掐自己的大腿，想说天哪 <laughs> 这个词太虐了吧，O M G！然后、欸、我觉得写的很好，对，然后我就是整个人音乐也很好听，<對>这一首歌<對>真的是很不错，对，然后就是可能也因为长大的，嗯、就是也已经到了一个年纪，谈过了几段感情，所以就是在看那個歌词的时候，就真的会觉得哇。 我感觉好 m 哦好喜欢哦，就是 <laughs> <靠謠 S 1> <laughs> 我、oh, 我觉得我最最喜歡，我其实应该不是常常会说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歌，但是这一次演唱会听到，我就有想起、這個，嗯，这个这首歌是真的，当初是蛮喜欢，就是孤单查克啦。嗯，哦，哦很多人呀，<Yeah! S 2> <laughs> <laughs> 而且他 <Yeah! S 1> 他也是蛮少唱这首，嗯，呃，他之前只有在就是校园演唱会那段时期，因为歌迷一直在喊这首歌，然后那时候 P T T 还很流行的时候，歌<對>他们其实都会，川哥他们都会去看。 梅版，聽聽聽嗯、然后去看歌迷说什么，嗯、然后很多歌迷就想听这一首，嗯、然后梅那时候就在校演唱会就是清唱了这一首，也在他的演唱会有清唱过，嗯、但正式的编曲完整的唱是在这一场。嗯、哇！你看他真的连什么都会知道，而且那天<對>那天我我听的那一场就是呃，好像有歌迷一起唱嘛，<對>唱那个一什么一眼瞬间是吗？那首歌叫。 以前跟呃，一眼瞬间，一眼瞬间，对，跟萧敬腾唱，然后我就传讯息给伦伦，伦伦马上就说，他从来没有在公开的地方唱这首歌，什么公开没有公开演出过，什么，对，好认真。然后我就想说，这种事你也知道，我真的是，他顶多在星光大道的那个，当时在那个，他说演唱会啊，对演唱会没啊，几乎没有，因为没有人跟他唱啊。哦，对，反正就是我觉得《孤单》Takia 很好听，没错。好，你你可以分享了吗？啊，我真的是觉得。 很困难、欸。那现在好，那那这是这个问题跳过好了，我们聊下一个。好，我们<好>聊下一个。我跟你们说，们分享一下惠妹的歌呢，就是都很好听。你这样很没诚意。<laughs> <的>我只多可以跟你说我不喜欢哪些歌。<laughs> <laughs> 那你你分享一下惠妹跟同志运动的关系，要不要？好的。惠妹的话，惠妹跟同志运动的关系，如果说她呃开始的就是将一些同志的元素放到她的歌里面，嗯、应该是在。 零三年时候的，哎、欸，零二还是零三的那个《爱是唯一》，嗯、就是也许明天那一张专辑当中的《爱是唯一》嗯。然后那个原因是因为他去，他之前有受访的时候有说，他其实是有参加过同志的婚礼，嗯、然后他很被感动，嗯、然后所以他才想要把这个元素放到这首歌里面，嗯、因为它里面有四段在谈四种不同的爱，然后一个就是同志婚礼，是 M v 吧对 MV，、嗯、然后在、哦、那个 MV 真的。 那一阵子演讲很常用，没错，我们去演讲，你小声一点啦，哦、<laughs> 听众已经快要被你吓死了。<有> <laughs> <laughs> 但那阵子，因为。 哎、欸，我们都会用一些国外的 MV，或是国外艺人的、嗯、呃照片啊，或是呃故事，或是呃、嗯、影视作品拿来演讲又可是真的都没有台湾的，<对>所以那时候阿妹有这个 MV 的时候，就觉得哎、欸、很棒，可以在、嗯、呃尤其是演讲中间休息的时候，就可以播这个 MV 给大家看，大家会知道说、嗯、哦，你看这个是同志的婚礼哦。嗯、现在大家一定都觉得啊，同志婚礼嘛，不过就是同志的婚礼。你想想看，二十年前 <laughs> 真的。 呃，那时候真的讲错了，是二零零四年的。嗯，我觉得那也是对，十十八年前。对啊，这这哦哦哦，十八年前，而且而且大家大家，二零零四年的时候才是第二届的同志游行，然后他已经对啊，他已经在 MV 里面放了同志的婚礼，yes，真是超前部署到一个。 不得了的境界，没错、嗯。我要那个分享一下是，是呃，因为我从二零零七年开始，呃，当时加入筹办同志游行的团队，嗯，然后呃，刚好就是二零零七年，我们是第一次。 邀请了这个有彩虹大使这个角色，嗯，在游行的时候，对，就是有史以来第一次，嗯、这样就是谁？就是阿美呀！<Yeah! S 1> <Yeah! S 2> <laughs> 你那个时候，你那个时候还在台中吧？<laughs> 我还在台中，我有看到，oh, 你生什么气？<laughs> <laughs> 那那真的對，对我觉得，对于当时很渺小的同志运动，嗯，跟就是像我们这种。 感觉很边缘，同志运动者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鼓舞，非常超级超级。对，因为那个时候的张惠妹就已经是就是台湾的天后了，就是如日中天，already 天后。对，她那时候已经有得过奖了吗？有，已经得过一次了。嗯，对，嗯、所以她已经真的是天后级的人物。嗯、然后我们只是那种在随便许愿开会的时候想说啊，如果可以要阿妹来多好，因为当时就是有一点觉得，呃，还想要。 一般的社会大众可以更了解嘛？嗯、那我们自己开记者会，或是我们游行，其实大部分人规模就是那样。对，嗯、然后就在想说，啊，如果可以邀请一个就是天王天后级的艺人，会让更多人注意到这件事情。嗯，然后就有呃，就就就在想说，啊，可不可以托一些朋友去问问看啊？结果他就真的答应了。我那时候还很小，我是一个小小的组长，就是那种什么报道组,、嗯、<laughs> 组团队来这边报道，我就打一个 Go Check 这样。 <laughs> 然后就想说，我的天呐、啊，竟然就是他真的愿意来。嗯、然后那一次真的游行，就上了呃那个娱乐版的，对，就有上新闻，呃、嗯，<对>上了娱乐版的版面，而且他传递出很正向的讯息给这个社会大众。嗯,嗯，对。然后再来就是一个我个人。 觉得是我当时生命的巅峰，真的、哦就是现在已经不是了。现在还有我还有其他觉得更巅峰的巅峰是，在当时的巅峰呢，就是二零一零年然、啊、后来呃又过了零八零九年一零年，10年我们又在想说，哎、欸，那要不要再那还要再请谁？可是当时真的愿意站出来艺人非常少，所以我们又想要阿妹，嗯、而且那个时候他出了阿密特的沒，没错没错，零九年发行，<laughs> 对他零九年发了阿密特专辑嘛，嗯、然后阿密特就是他另一个身份，我们就觉得我天啊，这谁？ 但是太贵、er、了，er, 对，<laughs> <laughs> 就他有另外一个身份，感觉是隐藏版，嗯、然后现在要要呃表露出来出柜给大家看说，说啊阿密特也是我这样子，嗯，对，所以那时候觉得嗯一零年实在是太想要请阿密特来当、嗯、呃彩虹大使这样，然后因为那一届我本人是总招兼主持人，哇，嗯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安排了一个桥段，其实是没有跟阿密特说的，就是我们后来就在台上直接问阿密特本人说。 说，那我可以呃献吻给你吗？这样子，对，作为就是我本人。OMG，这什么自肥的行为？然后现在林伦伦在翻白眼，帮他转播一下。然后他就是有说，呃，好啊，这样他也很难拒绝嘛，对啊，你真是霸王硬上弓。对，然后我就亲了他的脸颊一下，然后他嘴巴也有揪一下，就留下一个历史的画面。我隔天就上了头版头条。各位同学，请 Google。 哦，旅行，杰亲张惠妹，阿米特，阿米特，對,对，这就是呃，我我个人当时那个疯癫<風>，就是我的那个有一个侧面要亲阿米特的脸，这样子。对、嗯、他当时还有丢一些手环给，对还有说他是去旧金山的时候的那个卡斯楚街那边买的，<對>然后是六色的，两只手呢，他就是拿，嗯、他就是拿出来，然后丢边。我拿到黄色。好，讲完了。 有哪些？他有，其实他在同志运动上做了非常多的事情。<错>对，哪家要不要继续讲？也免得变成我们两个那个怀念大会。<laughs> 对，其实刚刚提到的，就是阿密特那张专辑，其实里面就收录了现在大家就是想到同志，就一直想到了一首歌，叫做《彩虹》呀，就是收录在二零零九年发行的阿密特专辑中。没错。然后后来呢？呃，大家可能有好不确定现在听众朋友的年纪，但是如果你跟我年纪差不多的话，你应该就会很有印。 影响二零一二年的时候，就是开始有那个多元成家法案的推动，嗯,嗯，是伴侣盟发起的。<对>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呃联署，<对>百万联署，嗯，对，然后就有邀请了非常多的明星公众人物，然后来就是宣传这个联署。那第一位签下联署书的人呢，就是惠妹，没错，惠妹。 对，然后还有这个是在 Wikipedia 上面查到的，我不确定真实性啊，可能就是也是有是是认真歌迷如伦伦，就是记录下，就是台湾第一位在演唱会上大喊<是>这一首歌献给我亲爱的同志朋友，是在二零零七年的 Star Tour 世界巡回演唱会。 有他，其实这次演唱会也有讲嘛？对，他就说他有一次他无意识很多很多年前，他突然就覺得、嗯、无意识的喊、啊、想要送给我的同志朋友。对，嗯、他就是无意识的就直接喊出来这样子。對,嗯、对，然后就就是这个就是对啊，这个 moment 居然还被特别写下来，可见这个同志粉丝有多么的重视这个重要的时刻。嗯、没错，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补充，就是二零一三年那个时候，其实。 反方就是互加盟那一群，他们其实就在很多的抗议嘛，嗯、然后就是也在开始在举什么、嗯、什么全民婚姻家庭全民决定这种东西的那个时候，机会。然后呃，那段时间好像也是那个吧，就是他们在终身纪念堂，然后你过去之后，他会很多人把你围住的那一次一一三零，的反方的大集合。对，然后呢，那个时候呢。 其实大家就很难过，然后就害就是阿妹就做了一件事情，她就在十二月的时候，嗯，然后她就自己在华山大草原办了一个演唱会，我也有去，我也有去，我在第二排，然好，然后两个都很很，Oh my god，<laughs> 因為你知道她说她 <laughs> 说你知道她就是她的进去的方式叫做凭爱入场，嗯，然后她就是那那一张她就是她很素，然后她就是。 是要爱是唯一演唱会，然后他有一个那个手卡，就是类似一个板子，他就是用那个世界的桃红色，桃红色的，然后是原住民图腾，但是是等于的符号，嗯，对对，就是 love equal 嘛，就是平等的这个符号这样，嗯、然后就给大家，嗯,嗯，然后我记得他那时候有说，他说我对于近来有一些风风雨雨，我只有三件事要说，我记得好像是尊重爱，尊重每一个人的爱，然后支持真爱，然后他说的是真爱，不是真爱。 什么意思？就是 real love，就是 real love，不是 true love。对对对对对，我记得那时候讲的是什么差别啊？不太一样，就位置上不一样。好是真爱联盟不是不是，对对对对，支持真爱，对，不是那个真爱联盟。然后反正他讲的时候，我想讲的话都说完了，这样子，他就讲，他就讲讲这样子。然后就唱歌，然后就是他是在中途唱讲了这些话，然后他就开始就是唱很多东西。而且今天很冷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 嗯，对。除了这个之外，就是大家前几年应该也都有参加一些混纯集会的时候，有拿到一个很经典的棋子呀，yeah, 那就是在二零一六年的一二一零的时候呢，在凯道的。 婚姻平权的那叫什么音乐会嘛？为婚姻平权站出来的音乐会。那那时候，呃，妹就跟秦念永贞设计了一个旗子嘛。对她掏腰包，对她做了三万只黑色的，然后是有彩彩虹的眼睛，对上面写 “See my rights”。哦，对，然后很棒。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很想邀请她来唱嘛，然后我忘记是。 因为他在国外有演唱会，还是因为他有其他的事情，总之他那一天就没有办法来。嗯，然后他就说他有想要，那我们本来就想说啊，那好吧，这样。然后他就想说，呃，他后来就说，哎，那那那我想要，呃，就是应帮你们应援，应援一下，这样，嗯、就应了三万只手摇进来，<对>然后就说，就说交给我们发。 哦、嗯，对，所以就是，呃，我们那时候就说，哎、欸，那请大家在什么时候之前来，你就会拿到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吸引，就是他协助我们吸引群众的方式，<對>这样啊。<對>就很多人确实就很早来，未来要拿他那个旗子。嗯嗯，嗯那个是一个蛮蛮特别的时刻，對,嗯、对。然后我记得那一天，就是我那时候在做别的工作，但是我们也有去参加那场集会。然后那时候真的不知道哪里来耳语，就是一直有人在说。 等一下，阿妹会不会上台？然后大家就那边猜猜,猜猜猜猜猜。然后我想说，哦、啊，阿妹不会上台、啊，有吗？诶诶 <laughs> <對 S 3>、欸欸，但是真的老实说，我是主办人，我到那一个 moment，我都不知道阿妹会不会上台，真的、哦，一直有。 有传闻，傳聞一直我不是不是传闻，是我们的对口这样跟我们说，我们的对口一直有说他们有在考虑要不要来上台，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哦、就是我作为主办单位跟当时的主持人，嗯、就是一直到呃那个活动开始了大概一两个小时，我都还听到说，嗯、呃，他們有可有可能这样子对，然后所以这也不是。 呃，空穴来风。嗯、对，然后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大家就是在底下真的会时不时的鼓噪一下，嗯、然后我当时真的心里想说，真的还假的？的？」来了会落泪，<laughs> 你就哭爆了 <laughs>、啊。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他，他呃，就同婚通过之后，当然大家都很高兴嘛，<对>所以我们在那个呃大平台跟台北市政府合作，我们办了一个联合婚礼。对，那当时就是因为大家。 嗯，就也不能说结过婚的人就知道，就是他有一个书约，我们国家会要求你要有一个书约，对，然后上面有。 呃，证人，证人这样子，<对><对>结婚的证人，对我们那个时候，我想要让呃这个第一批去结婚的人很感觉很特别，所以我们就邀请了阿妹帮我们签这个证人，对，嗯、然后她也还特别有开直播，然后就是一边签一边跟大家聊天，对，然后后来、嗯、呃她真的就是签了这些呃二十份的这个书约，然后给呃这一第一批。 参、呃、加我们这个同志的联合呃婚礼派对的朋友们，所以这些人都是之前二十位结婚的朋友都，都二十组结婚的朋友都是，嗯、呃，阿妹做证人。对，天哪，怎么，<laughs> <唉>怎么样？那时候怎么没有冲一发来结婚？<laughs> <laughs> <laughs> 只有叹息，<laughs> 而且那时候阿妹还特别把她签签书约的笔，就是也一起交给我们。那个笔现在就是供奉在大平台的办公室里面，<对><对>真的对真的是很重要的信物。<laughs> 对啊，所以就我们呃，就是衷心的感谢阿妹在同志运动上的贡献。就是<对> <laughs> 呃，我记得好像我之前有跟人家聊过这件事情，我说其实呃，一个艺人一个公作人物，他其实可以。 他如果只是要消费，他有很多种方式，他不用在一开始的那个民风未开的年代就做这么多事情，因为他是一个一步险棋，因为即便到现在，其实还是有很多艺人会基于很多考量不愿意表态的时候，那如果他从那时候就表表态表态到现在，他一直持续做这件事情，其实他就是一定的，他就是他就是一他就是盟友，就无话可说，你不能够说他在消费，嗯，对。 嗯，其实可能可能是我们想要消费他，对，其实我们常常想要消费他，因为现在联络好好讲话，哎，不是很多联络很多艺人，他们就会说啊，我们不想让别人就是觉得我们在消费这个议题这样子，对我知道，可能有一些比较谨慎的朋友会会有这样子的担心这样子，对，但但其实我觉得阿妹是让我们看到说，呃，你一直。 用同样的信念去传递一个一致的讯息，嗯，那那其实它就会变成一个你真实的，呃，支持的意义的一部分，嗯、对，而且那个力量是很巨大的，嗯、对呀、啊，所以，嗯、呃，最后我们分享一下，谁在这一次演唱会听到彩虹有哭呢？就我，我跟陈乃佳、嗯。<laughs> 哈，<laughs> <laughs> 对我真的觉得耻。我们一起去看呢、喔，<laughs> 我们看第一场。哎、欸，但我觉得我们不可以讲里面的桥段。哦，好好、嗯、好好。对，但反正对啊，好耻哦、喔，我居然哭了。你觉得为什么耻？为什么耻啊？ 因为我就觉得，我其实一直都对《彩虹》这首歌没有什么感觉，因为是写给男同志的。好，对不起啦，对不起啦。<laughs> 就一方面也是是写给男同志没错，然后一方面我觉得那个生命经，就是那个歌词描述的生命经验离离我很遥远。Oh. 对，不是因为是为男人而受伤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之外，<laughs> 就是那个整个呃歌的气氛跟那个，因为他当年发阿密特的时候，我。 对那首歌真的毫无印象。你说对彩虹，对，就是我有印象的都是他那张专辑的别的歌，oh. 所以，我就是一直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很疏远。对，然后当然就是这几年在做同志运动，彩虹就一直不断的出现，然后他对我来说有点像岛屿天光，就是我听到会想要翻白眼的歌。<laughs> <laughs> 不好意思哦，台湾价值不够，<laughs> 但反正是 <laughs> <laughs> 不是，我觉得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工作的歌曲，对，就是太，就很像在全家工作的人，你一直听到噔噔，就是噔噔噔噔噔。<laughs> <連> 哎，對對對欸、全连全那个全家已经换歌，了。啊、全连全联，你一直提到福利熊熊福利的时候，哦、<laughs> 你就我无感了不行、啊。对啊，就觉得哦、呃，这是一个工作歌这样。对，但是还是不小心，就不争气的流下了眼泪。嗯、<laughs> 我我觉得彩虹我没有哭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好，我只能说，因为有人说我们不能编暴雷，不是？我觉得重点是他的整个视觉真的，呃，是很突破。嗯，就他是他，我觉得。 这一场演唱会让我很感动，是我觉得他是一直在突破自我的一个表演，嗯,嗯，然后，然后其实彩虹能怎么做？有时候你就觉得啊，就那样啊，彩虹还能怎么做？<對 S 2> 就哎，欸、<對 S 2> 还还真的做出有点不一样。之前就是下烂，就是那个乌托邦那一场，嗯、我想说，因为那时候我在第二排首，因为会选首场，就是你不会被爆雷，就不晓得到底什么事情。彩虹到底就是我灯光把没有，他就是那个大那大巨大彩虹一拉出来，然后我就喷泪。我想说。嗯 潇洒不这样子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<laughs> 然后这一次，我觉得哭是因为我，因为他的他的编曲跟以往不一样，oh. 然后我觉得那个编曲是不同的呈现方式，嗯、加上视觉一整个就是会让你有种，嗯、真的是一个宗教现场，啊、对。 对，然后因为我我以前其实我知道阿妹出这张专辑的时候，我一直也没有去听《彩虹》这首歌，嗯，我只知道说哦，里面有首歌是给同志的，嗯，然后我就想说什么啊，我也都没有认真听，这样、嗯、那时候好像专专门专心在疗伤跟工作的，对对嗯、在在那个学业上，然后就有一天想说好了，查一下到底什么歌，叫哦彩虹，好啊，那听听看啊，把歌词拿出来，然后播，一开始不是吉他一刷下去嘛，嗯、一刷下去我就哭了。<laughs> <laughs> 你就是这个泪腺的部分，我就想说，对我想，天哪、啊，就是应该说我，我我我对于这种同志歌的想象，都是一开始可能是满的，嗯嗯然后或者是他会很吵。 嗯，我没有想到他一开始会是用很简单的纯吉他下去，就那个纯粹感，就是而且他的和弦，那个和弦是很棒的和弦，然后就就哭了这样子、嗯。对啊，所以好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自己的小私心，沒<錯>对，但是也是希望让大家知道。 嗯，就是在演艺圈里面的盟友，嗯、就是应该说在这个社会上有影响力的朋友，成为同志运动的盟友，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。没错<錯>，对，也希望呃，不管是嗯，你还有点害怕，不太确定说，哎、欸，你可不可以这么公开支持同志的公众人物们呢、啊？嗯、哦，或者是说，或者是一些企业啊，呃嗯、一些一些团体啊，嗯、对。 就就还是鼓励大家说，哎，可能都可以多做一点点，嗯嗯、没错，嗯。那最后呢，要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 Q Power 吗？Q Power 的话，我们这次的活动的主题呢叫做“自觉时刻”。那我们就是因为是。 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发现，其实，在去年那段时间，我们没有办法跟大家相处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时候要自己去面对自己的对于未来的恐惧，跟自己的黑暗面。嗯、所以，其实这个经验是共有的。嗯、那 Q Power Festival 其实他也希望的是，我们可以触及更多同文层外的这些伙伴。嗯，因为以往呢，可能我们触及不到的地方，可能那些人会透过一首歌、一部电影或是一个广告，嗯、开启了他去理解同同志生命经验的这个过程。嗯，那我们其实很。 很很想要鼓励这些作品，然后也想要让更多人可以以一个呃比较没有门槛的状态去进入，就是去了解同志的生命经验这样子。<错>对，所以我们的 Q Power Festival 的五月二十二十一在。 信义的香堤广场有两天的市集，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五月二十一的晚上呢，在威风南山有个颁奖典礼。那如果你没有不幸没有买到票进场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也会在香堤的广场做转播。对，所以大家可以帮忙把时间留下来。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，欢迎追踪我们的 i g eco love 点 t d w。 T W，<laughs> 然后也可以帮我们，呃，五颗星评价，五颗星，现在 Spotify 也可以了。对，五颗星评价，请大家帮我们多多宣传啊！嗯、下礼拜见，拜拜，拜拜<卜>。